噩梦又要嚟啦，各位！三只鬼，一只格斗，一只水飞，一只恶龙啊，系咪？系。啊，一系我哋出bomb先啦，系出bomb先啦，交付又唔出得，因为呢度一开头。因为我一定要玩一只系硬嘅，顶到佢，顶到佢嗰只恶飞。哇！但系呢度又打唔赢只水电喎、啊，哦。OK， 咁啦，里面一样都系冇换张图啊！唔通系认真系玩家，认真系对战啊？骆驼冇 ，OK OK， 骆驼冇，一嚟出咗我最难处理嘅宠出嚟啦。咁啊，对手用上骆驼冇咧，其实我好危机嘅用镜面反射，因为佢咁样咧，假设大家撞到呢个崩。是对手，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不会打死他，而是用那些鬼火啊、气法，如果有的话，那我这个照用镜面反射、啊、我都估到了，一定是镜面，一定是用气法的，这条友讲究为根。 OK， 算是输了了，差不多这条不出得，这只就不出得了，又就俾我围巾有咩用啊，大佬围巾。其实我可以继续用镜面反射，老实讲，因为佢得翻打我呢个选择。系福特替换。哇！啲狗谂出你呢只，认真，认真吗？但我咁少，佢有机会一下打死我。佢一下有机会打死我。我冇练速嘅啫，除非佢同我一样冇练速，但系绝对唔会，一定会练速火鹅鱼，顺火。啊，顺火，问题不大，仲有得打嘅，仲有机会。哇，佢真系练血呢度，哇，仲用鬼火。你要用鬼火，仲要是正反，好用鬼火得啦嘛先。佢用鬼火其实错晒，如果咁样用鬼火得，佢有鬼火 ，OK。佢有鬼火的话咧 ，OK。哇，啲咬唔痛。OK， 弹。呢只都可以玩到弹，真系开眼界喺度。即系仲要开啦，又降火啦，下一下水之波，哇！火技终于出嚟，火特攻。呢条一开一早死咗啦，我系嘛？哇！一滴血，OK。佢减咗两防，我一下水冲。那招水流噴射，佢应该都要死，应该都要死啊！我哋直接开个太晶水冲，太晶水之波动啦，咪水流噴射啊！唔好喎，直接波动冲佢做啲喎，搏佢换重，希望佢换只电鬼出嚟俾我撞，电鬼俾我两下，应该可以撞死。诶、欸，系咪电鬼出嚟啦？果然系电鬼啊！但系佢仲太年轻啦，电鬼都顶唔到我两下波动冲。我觉得
系啦，系啦，我都话啦，骆驼帽顶唔到我两下波动冲。佢仲要唔系带速砖啊，佢带一血筋呢只。咁佢就送嗰只骆驼帽俾我啦。就算唔用波动冲啊，我用水流喷射佢都应该要死嘅。但系我惊惊地。算啦，波动冲啦，唔好谂啦，直接波动冲冲到尾。野蛮鲈鱼唔可以谂呢啲嘅。点解佢有舍身之力嗰个特性呢？就因为唔需要谂咁多，直接撞埋佢得噶啦。我仲有一次开开。呢只好似系嗰条龙，诶、欸。呢隻好似慢过我吧，哎，再见啦，再见了野蛮鲈鱼，庆祝我哋嘅胜利嘛，完了，我哋获得咗胜利啦呢场，喺对手喺换咗我速砖崩嘅情况下一穿三啦。你神刀吧！